男朋友打游戏不回信息时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他每次都不理我，每次都这样。你还在打游戏吗？你打完游戏还爱我？嗯，你那么好玩，你谈什么恋爱呀？被他气死我了！你敢消失了吗？你敢其他了吗？逃离我了吗？是不是有新欢了？玩我玩腻了。是不是啊？就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啊，说不上爱别说啊，就一点喜欢。Later。当下班男友第一次给我扎头发。包猪猪，你吐了？会啊，我们的女儿。好了，有什么奖励吗？当我迎新被男朋友查岗时，在环怎么了？小西宝，迎新累不累啊？我让小弟们给你送点饮料和吃的。哎，不累，新入学的学弟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呢。有几个帅的学弟？没有，哪有帅的？你后面那个不错。哪个？毛猪猪。你是不是怕被别人踩死了？我一直能怕这些小嫩草。来给我看看，有没有看学妹啊？有看学妹啊？来，看看啊！太可爱了，再逗他一下。你要看哪个啊？看上哪个，我帮你。先别动，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师妹不错。黑色衣服怎么就认真了呢？我开玩笑。这个师哥觉得你长得好看，来打个招呼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那个，你帮我问旁边那个师姐，她什么时候做师哥的女朋友？可爱了。你别问了，别问了。如何让抠搜的女朋友变得大方？和小七不玩游戏，输了500块钱，我要怎么办？让他把这钱花出去。小七吧，要不要去吃烤肉啊？你想当我干一个下主意？我请客。够了，够了，只要自己不花钱就贼开心。就趁他去厕所把钱偷偷拿出来。哎，猪猪。可以啊，正好可以吃烤肉。这个傻瓜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不好，万一是人家急用钱怎么办？我们还是赶紧要房子去吧。我们上次已经到500左右了，哎，钱呢？丢了吧？可能啊，你说什么？丢了呀。然后你捡起来，请我吃的烤肉。我操！你死掉！你个呆子！你是开什么玩笑？女生都这么敏感吗？能不能放进去就对了。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了呀。那我说什么了？关我的事。如果没有人了，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人太苦了。我就是你这些为什么跟我那么冷淡？我上学也不陪我回家，一切都不问，上班就上班，你成年人，你上班就上班。你还记得学生时代的心动瞬间吗？那是谁写的？那是女朋友吗？别闹，别瞎说。彩妈没来呢。若想念是凋谢的，春之风也飘向你。张仲叫女朋友老婆，看她是什么反应。老婆。快去快去！他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愿意听啊，老婆。哎呀，别闹。哎，我老婆不能喝凉的，给她来点热的。给你老婆个暖心，那是。老婆，谢老婆。没事。老婆。
老婆生气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说老婆是不是啊？老婆。需要依赖，更需要依赖。